Hello， 各位观众，大家好。今天我要挑战的是，在30秒里面喝完300ml 的水，我能不能挑战成功？我也不知道。就来开始，先开水。喝完了，挑战成功。我拍这个喝水的影片呢，是为了要大家喝更多水，因为疫情还有马来西亚天气越来越热，所以要喝多多水。